讲说过每一场电话一定要讲西语吗？美女啊，他讲西语、德语、法语，哇，意大利，跟北北一样，很厉害。北北英文跟西语，西语就是母语了。对对，他也是啊，他在这里，他是在这里生的，在这边长大的。很大，所以西语真的是第二母语。他堂妹也在，表妹也在这里。秘鲁是。叫什么名字？我舅舅叫胡。啊，我知道，开珍珠奶茶的。啊？胡什么？胡正月。对啊，开珍珠奶茶店的、啊。他有开珍珠奶茶？对啊，不是上次我遇到那个吗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他女儿跟他一模一样，你可能没看过。吴佩兰已经结婚了啊。吴佩兰没有结婚，回台湾他结婚了啦。没有啦。结了啦。吴佩兰呢？哦，胡正月 ，I'm sorry， 把他讲那个胡的，他不是胡正月是开那个卖那个车餐厅的，不是车子，摩托车，摩托车的，对对对，胡佩兰，你真的认识他？真的啦，这里就没几个人呢，这里没几个人。那我跟你讲，我是为他信教，他信教，因为他信教，他本身没信教，可是培培，可是培培在台湾是在教会里头弹钢琴的，那我都熟啊，真的，哇，那我舅妈你应该更熟了，他自己弄了一个餐厅。我不知道他名字。哦，对，他现在在台湾呢。对啊，连这个人都知道，他回去过年。我女儿是他干女儿。真假的？哇！